姐妹主内平安，平安，哈利路亚！感谢神，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今天能够相聚在这里。哈利路亚！感谢我们的神，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，使我们众人今天能够分别为圣，使我们能够得以成为我们天父的儿女。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十四节中写道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急着死去败坏那掌死权的。感谢我们的主，因着我们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，他就战胜了死亡和黑暗的权势，使我们这群在耶稣基督里的人都有那复活的盼望和那永生的盼望。感谢我们的神，他的作为是何其的大，在今天早晨让我们众人都开我们的口来赞美我们的神，来赞美他奇妙的恩典，赞美他奇妙的作为。在诗篇的第十八篇的第三节中写道，我们要求告来赞美耶和华，就必能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。阿们。就让我们众人一起，让我们来开口来赞美他。我们也要在今天早晨，我们要来宣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了。阿们。对你旁边的也说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了。阿们。已经得胜了。感谢神，我们是主耶稣基督里的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是属他的。今天早晨让我们一起来向他来欢呼，阿们。好，让我们一起起来，我们将一切的赞美称颂归给我们的神。我要安静地唱称颂你，哈利路亚，你的神，哈利
谢谢你，让我不停地来赞美你，来歌颂你。主，真的是让我们来赞美、来歌颂的时候，你就赐下你的同在，你就赐下你的能力。就像在圣经中《民数记》的21章所写到的，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泊，他们没有水喝。圣经中就是井的意思。当时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招聚我的百姓，我好给他们水喝。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一边挖井，他们一边在歌唱，井啊涌上水来，我们要向这井来歌唱。在今天我们即使是在那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们也要大声地向神来呐喊，神来求你来赐下那生命的活水来浇灌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永不枯竭。神啊，求你在今天你来开我们的井，让我们的井水也可以涌上来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
泉源在你那里，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，是那复活有盼望的生命。谢谢主，让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与你紧紧的连接在一起。在约翰福音的15章5-8节，我们一起读哈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我常在你里面的，我也常在。我们乃是枝子，我们离了你，我们不能够来做什么。在那干旱疲乏之地，求神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一颗渴慕你的心，即使在那旷野无人之处，也让我们只单单的只来寻求你，使我们得以在今天在敬拜赞美中，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平安，进入到你的爱心。在这世上，我们有很多的重担和包裹，在今天当我们回到你里面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使我们能够重新的得着力量，能够使我们就如鹰展翅来上腾。纽约分属灵粮堂的弟兄姐妹的同心合意，看到我们
们的敬地摆上，我们不体贴人的心，我们只体贴神的心意。所以要我们在雷东那里这块地方，我们要建立神荣耀的教会，使更多的灵魂能够得着救赎，这是我们的使命。哈利路亚。因为你身体是相互连接的，是因着这个爱来相互来传递的。感谢主，谢谢你，也求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住在你的里面，都能够从你那里来领受那生命的活泉，使我们的生命永不枯竭。
再次宣告，纽约丰收灵粮堂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属于你的。哈利路亚！我们要来彰显你的荣耀，我们要来领受你活水的浇灌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在中间，我们弟兄姐妹中间，或者有身体病痛的，或者有生活窘困的，或者有事业困难的，是吧？这个时候我们通通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相信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一切的需要你都知道。我们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需要都带到恩主你的面前。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你面前来，就必能够得到安息。所以让我们这个是能够在我们敬拜赞美中到达你的宝座前，你与我们的同在，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进入你安息里面，我们能够享受与你的同在，享受你丰富的供应，享受你的医治，更享受你在前面明光照耀的带领。因为你爱我们，你必爱到底。让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，让纽约丰收灵粮堂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每一天活在你的爱里面，活在你的荣耀里面，让我们能够仰望你，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，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奇妙的作为。谢谢你，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，保守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圣灵在中间运行，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，成为你的儿女，成为你喜悦的儿女。我们这一次向你献上感恩祷告，感恩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。